为居士关心一枝香，今日分享碧岩露。碧岩露是原悟克勤禅师依据雪窦重显禅师对于100个公案啊，过去有100个公案啊，做的一个评注。那这个评注呢，作为学人对于公案的参考，以及借这个公案呢，破除妄想执着，目的是为了参公案能够弃悟自心。那这个第一则呢，其实就在谈达摩祖师和梁武帝相遇的这一段公案。云雾克勤禅师啊，最后对于雪窦写的或者是评论的到底意义是什么呢？它的主要的重点在何处？啊，且到雪窦意在什么处？到这里，换作驴则是，换作马则是，换作祖师则是，如何明了？往往换作雪窦，使祖师去也，且喜没交涉。且道毕竟这么深，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啊，这古德在谈公案的时候啊，他会先讲这个当时啊，这祖师是怎么谈的，啊，怎么处理这个对话啊，他的角度是什么？那接下来呢，就在谈，那他为什么这样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啊？用这个方式啊？所以他讲：“且道啊，意道意，雪窦意在什么处？”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在谈的就是原悟克勤禅师他在问大家。你认为当时雪窦他为什么要讲这样子的话？好，那接下来呢？他自问自答，好，自问自答就是你认为是什么呢？那我们怎么谈？好，到这里换作驴则是，换作马则是，换作祖师则是。我们在评论别人的时候呢，啊，它有一个意思，有一个重点。那有些人呢，在讲这个内容，或者是在谈一件事，它的重点是借由这个事来显出自己的见解、自己的看法。那我们呢，也常常会听到有人在讲啊，那个谁谁谁啊，讲东讲西啊。大部分的人呢，他的眼睛、他的思想都是向外攀援啊，讲别人的事情啊，讲的啊，这个津津乐道啊，讲的这个天花乱坠、加油添醋啊。那或者是呢，非常的严苛，啊，这眼睛啊，往外看，总是啊，各式各样的不满意。但是呢，在谈这些内容，其实它不见得是实，也不见得有意义，只是啊，在借题发挥罢了。但是祖师大德啊，他不像一般人，他不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也不是在彰显自己的见解，也不是借题发挥啊、哦，他是啊写这个谈论呢，他主要要让学人、听者啊、哦、破除
一个执念。所以呀、啊，这圆悟克勤禅师就在讲了、啊，你说雪窦它的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意在什么处？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啊，因为这前面的公案呢、啊、是阔然无甚嘛，啊，对证者谁不认识啊？那雪窦啊，他有讲哦，如果是这样子啊，把祖师叫来帮我洗脚啊，那为什么雪窦会这样子说呢？啊，是不是？那不管你叫他是祖师。或者是驴，或者是马，其实这就是一个假名哦。啊，往往唤作雪窦，时日祖师去也，是不是？那前面呢，看到雪窦说叫祖师来帮他洗脚，那大家就会觉得这个雪窦禅师啊，竟然大胆的去使唤祖师啊。事实上呢，啊。且喜没交涉啊，毕竟做陌生啊，这个内容似乎啊，对于雪窦的这种想法或者是这种做法、这种见解是不认同的，就是怎么可以对祖师这个样子呢？啊，怎么可以呢？去啊叫祖师来洗脚呢？啊。只许老狐知，不许老狐会。啊，这圆悟克勤呢，他在谈雪窦的这个内容，两个师徒之间呢，是彼此是知道的，因为见解见地啊，不相上下。但是为什么啊，大会宗稿要把这公案呢烧掉呢？哎，其实啊。在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争议啊，因为雪窦的内容啊是太有争议性的啊。譬如说，这个第一则，我们现在所谈的这达摩祖师，哎，这雪窦的内容呢，哎，他就讲什么？讲说要叫祖师来帮他洗脚的。好，那这个古德啊，他离经叛道。在这个禅门当中谈的最多啊，我们听完了，虽然这个雪窦他所写的这个《碧岩录》啊是禅门第一书，可是问题是这个第一书啊就教坏了很多没有悟道的人。好，那如果你不懂，你就会从表象上在那个地方装模作样。啊，那虽然说跳脱出当时的一个束缚啊，这个礼教的束缚啊，你的心啊比较自在，但是呢，也过于标新立异，很容易会变成怎样？诶，你只是啊鹦鹉学人语而已啊，哦，所以这里呀，啊，就是且喜没交涉啊。你看到这一段呢，雪窦呢要去叫祖师来洗脚啊，哦，那你其实啊还好，你不太懂，你如果不懂也就算了啊，你不要把它作为哎呀你的指标啊，哎呀我就懂了哈，啊，我知道呢，以后雪窦禅师的意思啊，就是叫我们要怎样啊，就是不要把祖师当成一回事啊，是这个内容呢。就千错万错了啊，所以且喜没交涉。我们大部分的人呢，在读这个公案，为什么读不懂？因为你被这个文字像啊转过来又转过去，这心里面的那一把尺哦，就一直不断的被挑战啊。其实这个就是主要的目的呀。我们的心里面的挂碍是什么？我们的执念是什么？为什么会让自己的心呢？陷入了这种对立当中呢，啊，所以啊，这里就讲，且道毕竟众生啊，我们自己呀、啊，要去了解说，诶，我见到了这个公案呢，啊，你要知道，啊，你如果不知道呢，那就且喜没交涉，好、啊，最后啊，圆悟的结论啊，就做了一个垂示哦，啊。
乾坤载，日月星辰一时黑，直扰荡如雨点，鹤似雷奔。也为当得向上宗圣宗室，摄使三世诸佛只可自知。好，所以这是圆悟对于这第一则公案的整个评注。啊，乾坤指的是天地呀、啊，这天地呀、啊，如果不够宽，那上面的日月星辰呐、啊、就没有位置放啊。那乾坤呢是无限，那么上面呢日月星辰才能放光啊，那么我们自己呀、啊、就要对于所有一切现象啊，能够如实，没有任何的隔碍啊，直扰荡如雨点，鹤似雷奔，也为当得向上宗圣宗室啊，所以遇到呢否定。啊，这个棒喝啊，是不是棒喝呢？听起来是一个风风雨雨的事啊。我们自己在人生当中啊，多是啊棒喝，就是你原来有的执念啊，借由这些棒和喝啊，会打破原有的情执。那如果呢，我遇到各式各样你不能理解的啊，就开始啊。产生的对立、对抗，好，那你就没办法当得向上宗圣宗室，是不是？纵使呢，三世诸佛这件事情也只能亲自来做啊，所有一切外境啊，也不过就是个助缘。一般人呢，是选择境界啦，啊，这个环境啊，就是我要跟。支持自己的人在一起啊，我要在一个自己的舒服的环境啊，舒适区啊，我要做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是我认同的，那我也要求别人要肯定我的角色啊，我今天来做这件事啊，我作为一个法师啊，我希望得到应有的尊重啊，其实你不管是不是法师啊，你都希望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如果你得不到呢？如果呢你不如意呢？如果呢你自我怀疑呢？啊，如果你自我设限呢？啊，这个就是乾坤嘛。我们的天地呀、啊、是被谁设限呢？啊，天地很窄，你当然看不到日月星辰呐、啊。因为你在看天地的时候啊，你用的是一根管子嘛，以管窥天。你怎么看得到星辰呢？好，那如果，好，如果我们在这个修禅的过程啊，我们所有事情都要计较，啊，所有遇见都要解释，啊，所有的这个言行啊，都要思考。那我们自己在思考的过程呢，其实常常啊，也都落入了一个局限。所以你要怎么成佛呢？你不是要求所有的人都要符合啊，你也不需要去猜测，到底这个成佛这一条路啊，这个道场啊，它是不是能够让我成佛？它的理念是不是符合我自己的喜欢？那他的行为呢？是不是能够呢带领我走到哪里去？没有这种事啊。啊，这里讲啊，摄使三世诸佛啊，只可自知，你只能呢自己去走出一条自己可以向上之路。记得哦，是向上哦。向上呢，就是你今天呢能够再多突破一点，多能够再自在一点，那也不要管别人遮你的路啊，也不要管这个天地啊，怎么那么小。你要改变你的工具，你要转换你的心态，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你如果不去转，那你就每天就在抱怨啊，前面都有山啊，那你就每天呢就在说这个天地怎么日月都不见啊。所以这里啊就在讲，
达摩祖师啊，见到梁武帝，才那么一点点呐，一句话就让梁武帝暴跳如雷，你就知道这梁武帝的程度也不过如此啊，是不是？祖师要打破我们的局限，那用的方法就是像雨点、像雷奔一般的棒喝，那受得了吗？受不了呢，那只好怎样？继续在自己的狭隘空间当中，你就看不到星空了。历代祖师全体不起，一大藏教全住不及，明眼那身自救不了。到这里，坐某身请意，道个佛字，拖泥带水；道个禅字，满面禅黄。久参上士，不待言之，后学初击，直须就取。好，这个是整篇的结论我们对于达摩祖师的这一个公案呢，已经讨论了好几个礼拜了。那我们要知道，这个达摩祖师的这个公案它可以成为第一则，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去局限在这个表面的对话，这就是梁武帝的盲点呐。梁武帝呢，他对于圣跟凡，我是皇帝，你是平民，我是一个开悟的人，做功德的人，你是一个没开悟、没有功德这产生了很多的分别呀。你有这样子的分别心呢，你不管学什么法，你就会在这个局限当中没办法再进步了。人生呢，如果学法，学到最后你自己设下了一个瓶颈你没有进步，你没有突破，很抱歉，这件事情呢，只能自己来，连三世诸佛成佛都是自己来。历代祖师全体不起一大藏教全住不及，明眼那身自救不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要很清楚的去看哦，谁要救谁是不是？梁武帝谁能救呢？我们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师父这佛法这么好，为什么这些人都没有办法进来呢？你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很抱歉，你自己都救不了自己呀，你当然都救不了别人喽。那每天呢都在看别人，哎呀，看这个没修，那个呢又不来那你到底在干什么？忙什么？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各位，久参上士，不待言之是修久的人呢，也不用再谈了。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就是继续这样走下去，不要拖泥带水。好，那后学初击呢，更是直截了当。从哪里来呢？不要在这些文字上继续钻研下去，狂心顿歇，歇即菩提。那这个才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实实在在要面对的。所以上呢就是第一则我们终于呢把这个第一则给看完了。那我们在最后呢再回头看一下那这最前面是什么？就是隔山见烟早知是火，隔墙见角便知是牛。举一明山，日暮鸡衣两，是那僧家寻常茶饭。至于截断众流，东涌西没，逆顺众河，与夺自在，正当这么时，且道是什么人行于处？看取雪窦葛藤。所以这是第一则，一开始呢就先谈到我们要见微知著看到一个公案就要举一明三那这样子呢？才不会被雪窦禅师的评论被他转掉了。
大家知道哦，这雪豆啊，对于这些这个公案呢，它是评论是比公案本身还要困难啊。那圆悟克勤禅师说啊，这个是葛藤哦，但是呢，你不要被这个葛藤缠住了，你会没办法看懂啊。好，那就举的这个第一个公案嘛，就是梁武帝呢见达摩大师就有两个重点呢。阔然无甚嘛，那对证者谁就不认识嘛，所以呢，哎，这个就是雪窦呢，就对于这个对话有一个重点的评论：圣地阔然，何当遍地？对证者谁？还云不是，因之暗渡江，岂免神经急？何国人追不再来？千古万古空相忆。修相忆，清风匝地有何极？这时候呢，就故事左右啊，说这里还有祖师吗？有，换来与老僧洗脚。所以为什么今天呢，就要谈这个雪窦啊？哎，他竟然叫老僧啊，这个是祖师来帮老僧洗脚你就知道这个内容啊，在谈的是什么啊？如果有祖师啊，那为什么？达摩祖师会讲，不是呢？是不是阔然无甚？既然阔然无甚，所以没有祖师啊。那没有祖师，那谁来洗脚呢？那谁是被洗的呢？所以啊，这个就是要跳脱出这个公案的格局，你才能够看懂这个公案呢、啊。时间不多，大众继续精进用功，狂心顿歇。歇即菩提。